他强说个消息来看，因控以三年该园林期盼该农业不浪费，引起就国内列该旧该作品用旧来做，接下宽度个消息，就系入口个房价买票停了掉，还得到因控以五年该台湾建筑使用十五十万肯定。台北市卡委会是邀请作品建筑师用三个礼拜，托客家文化主题公演度，搭一个有生命力个总体体验，来同公演加添艺术感。按照复杂那点农作物在竹棚下走来走去，配合电工来跳舞，为展现同土地之间的意思。特别是客家文化主题公演，也一部个嘉义一带用竹材打造的体验艺术，按到竹梦体验。啊，你讲吼，啊，你个农业哦艺术的结合啦，个思考是啊，你相同的材料，出做的用模，透过创意来做模相同的东西，其实会较强啊。我看到做的有个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啊。透过那个杀青，就是煮沸啊，将它放到煮沸的开水里面煮沸，那就会得到一个那个比较干净的表面。竹梦体景是得到你能一年台湾建筑奖数奖的建筑师甘明年，伊用做个搭出来耶，而用个做个路线设计，再用高温配造处理，安尼就唔是讲我有创个做韩国山谷。伊还用过铁皮的竹节头工法，而一个建筑韩国内，不但是一位园林菜田艺术家用竹篾的类别，而引出无相同的工艺变化。我觉得这个材料是一个历久弥新，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这种现代化的生活里面已经慢慢远离了这个乡村的生活，可是这样材质呢，容易让我们去做一些连结。跟土地的连接，跟自然的连接，跟我们的人文的连接。亚细的有素养，你头这位时间吼，最吃盐的变法如何？乱变，那乌白变，啊嘞。亚个作品吼，提西罗，变吼，变的时间吼，亲情故，因为个过力啊，古早个人过受情，不是我必过多啊嘞。特别是哈比皮鬼吧，两百礼拜两日的学生实习，就会过到要搭配来摆摊面。我算没有十九位摊面，都是借韩国游用做个搭配摊面要到设施。我民众在竹棚下来买农产品，享受韩国资源的农夫实习。客家新闻陈永尊、陈新义特别报道。